做公益，然后还连我这个义卖，因为我知道周姐一个人哦做满所有事情。我们每次一个节目哦，都工作人员都十几个人以上，可是呢，只有小水珠，只有周姐一个人，好，所以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帮忙。然后呢，他募款呢很辛苦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我自己手做包，然后呢现场可以募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播递给大家看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对。对